今天呢做 pasta， 圆白菜，还有做熟的鸡肉，还有番茄酱，还有番茄酱。现在首先要把这个水烧开，然后把放个 pasta 20分钟，先把 pasta 做熟。好，现在水烧开了，加入 pasta， 再放点盐进去，现在准备盖上要20分钟，把这个葱、姜、蒜给它切好，把这个圆白菜也给它切好。这个鸡肉就是说从那个 Costco 或者那 Superstore 里面有烤熟的那个鸡里面，那个鸡胸脯肉拿下来。现在20分钟 pasta 熟了，给它捞出来。把葱姜蒜放入油锅中给它烤熟，把它烤香爆香。然后再放点圆白菜，把它翻起来，倒出来。加点盐，先上火，再胡椒粉，再炒熟。好，现在再加入它撒进行面，再把这个鸡肉放进去，熟的鸡肉进去，再把这番茄酱放进去，放完了。这番茄酱有点那个酸，放一点糖中和一下。最后把它搅拌一下，可以装盘。好，现在这个番茄酱、白菜、鸡肉、pasta 以及通心粉已经完成了。